大家好啊！咁今次咧，从我哋整齐嘅装束、友善嘅眼神，就知道我哋今次咧系又嚟 station 啦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就唔系一个普通嘅 station， 今次系一个山系 station 啦。咁有几山系咧？就是、我哋除咗会去酒店之外咧，我哋仲会去呢个湿地公园啦、大塘底红叶啦，同埋呢个大榄涌水塘千岛湖嘅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喺天水围嘅天秀轻铁站落车，咁啊首先行去我哋嘅首个站嘅目标，系叫咩酒店啊？粤品天秀酒店。咁我哋行大概三分钟咧就可以去到呢个酒店噶啦。我过去睇下呢条路先。哇！即系落咗轻铁站，话咁快就到啦。Let's go。请敲门。好，嚟啦！我哋入到嚟呢间房啦。哦。哇，景观最紧要呢个。好啦，咁我哋 check in 完，咁就放低咗少少行李，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准备去酒店旁边嘅湿地公园玩啦。Yeah，let's go， 出发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喺酒店行出嚟，咁我哋应该行五分钟咧，就可以去到附近嘅湿地公园噶啦。咁我哋而家沿呢个行人路出发。好啦，咁我哋大概由酒店咧行咗五分钟。咁就穿过隧道，咁就嚟到我身后呢一个湿地公园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向呢个湿地公园入口嗰度迈进。翻嘴尿。哇！呢个入口沿路都几多嘅，几靓嘅雕塑。系格仔。苍鹭。哇！呢个苍鹭劲。哦。有啲型喎。呢个咩黑脸皮鹭？就算佢全黑，我都估到佢黑脸皮鹭。其實呢度建築都幾靚，係啊，哎呦，幾靚喎呢個黑臉皮鹿，飄住我真係，估唔到呢度嘅建築其實幾有水準喎，即係作為一個博物館，幾靚喎呢度，大家是不是覺得我們很大鄉里呢？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是未來過的。去了你想要去的，最想去的貝貝之家。首先去你最想去的貝貝之家先。貝貝之家。因為我們都沒有來過，所以沒什麼概念啊，到這裡都沒什麼概念。有帶走的只有照片，留下的只有腳印。好，我們去看你最想去看的貝貝。貝貝、哎、在這裡啊，在哪？就這樣在這裡了，這隻咯。是喎，那下面是不是還有一個？不是，石頭來的。他真的睡覺很舒服，其實曬緊太陽，他的樣子很舒服啊。好，看完貝貝我們去，很快的，就是他睡覺，貝貝又不動，看他睡覺。那你這麼想看貝貝，他不給面子啊。好，那我們來到這裡溪畔漫遊徑，那我們沿這個行。哪裡啊？那個徑的名字這裡邊得咁大个，咁大个，接触咗大自然就觉得精神翻晒嚟。
你看這個很特別，這個守則就是避免干擾鳥類及其他生物，請勿穿著鮮豔的衣服。那剛才那班大媽咪是啊，我很估不到原來會這樣。他姓黃的，他叫黃偉霆啊，看到嗎？他叫黃偉霆啊。原來這個蜻蜓的名字叫做黃偉霆，是啊，姓黃的。原來原來蜻蜓是姓黃的，那像的士陳一樣的。陳偉的，人家姓陳的，他叫陳偉霆，這裡這隻就叫黃偉霆。哇，這個挺漂亮的。之前我們去京都拍旺角的時候，那些庭園，這裡有些涼亭，又可以在這裡乘涼休息一下。其實我覺得很適合小朋友來的。是啊，哦，是 LEGO 的，是 LEGO 來的，是 LEGO 的 friend 來的。是嗎？蓮蓬上的青蛙，紅色的蜻蜓叫什麼？是啊，應該拍一下，拍不到拍不到，我們肉眼看，肉眼看最靚。所以如果大家想來看看這裡的小生物有多漂亮，就不要只看片了，好，親身來這個濕地公園。我說挺舒服的，行得。是啊，你看我們今天走一來這裡都不算很多人。是啊，加上現在這個風20度的氣温，真是一流。我覺得我都要叻，這個位置也很叻。哇，有些日本 feel 啊，在個鏡頭那裡。這裡，哦，這裡就是給些人在這裡觀鳥。好啊，我們上去看看。哦，這裡就是這個官僚屋的3樓，都挺壯觀的。對，這裡有很多很多雀鳥的民眾。哇，挺有趣的。這個斜真的很正。對，這裡有些很搞笑。來到這裡呢，好像即很難得啊！有啲咁清幽嘅地方，我哋講嘢咧，相對都細聲翻少少，斯文翻啲。係啊，費事嘈親呢度其他人。好，又嚟到一個官僚嘅屋啦，又係又叫大家。又嚟到呢個一蘭拉麵啊！好舒服啊！哇，嗰度遠處好多啲黑雀。係啊。樹上面啊，係啊，哇！同埋近佢哋有芒草喎，幾靚。雖然呢度冇日本嗰啲庭園咁有文化氣息，嗯，但其實呢度都真係好靚啊！老實講，冇錯，我即係嚟咗呢度2個鐘，其實係簡簡單單、舒舒服服，係啊，又望下啲植物，望下啲動物，又唔係雜草叢生，係啊，但你又見到佢有啲即係自然嘅面貌，冇錯，我覺得呢度幾好，比我想象中舒服。同埋好適合休息啊，喺度 hea 啊，但就唔係好多嘢玩嗰啲嚟嘅，冇錯。你覺得呢？即係嚟呢度感受下大自然就真係啱啦，幾適合嚟呢度，俾隻眼咧嚟望多啲綠色嘅嘢，咁啊休息一下，係俾個人放鬆一下。嗱，你睇下呢度咧，呢個濕地公園呢個訪客中心嘅建築咧，我覺得要稱讚一下。其實挺有水準的，挺像一些外國的博物館的，我直頭覺得有點像日本的博物館，因為它這些這些叫什麼呢，現代的風格，的水泥牆我挺喜歡，挺漂亮，即使你來到不看植物不看動物，你都可以欣賞一下這裡的建築啊。哦，蘆葦屏風好挺有趣的。
就是、你想玩個沼澤力奇啊！我想玩啊！可惜就暫時閉館啊！好想玩啊！我哋係咁以望一望啊！好似幾正啊！係咯，嗰時話聽好正啊！我諗帶小朋友嚟玩應該，可能小朋友係最中意呢一度。哇！呢度真係超舒服啊！哎喺呢度都坐得，你仲可以同搞笑啊！呢度有個展覽館咯，哦，呢個係極地嘅展覽喎。哇！呢度水族館啫。原來呢度哇幾靚喎，原來。真的有的，哎呀很有趣啊，它是鹿来的，搞笑啊，它是吃的，是啊，你看它这个是世界最小的鹿啊，叫溪鹿啊，这个就叫湿地挑战的地方啊。哇，这里有看来很多的小游戏互动的区域，哎呀，有只博物馆啊，是咯，呢度，哎，吉爾呢度原來，呢個幾有心喺度，咦，搞笑。好啦，咁我哋去完濕地公園玩，咁啊而家出翻嚟啦。咁其實咧，我都估唔到咧，原來濕地公園咧係一個咁好嘅地方嚟嘅。係啦，我開頭以為咧佢係好窩，好原始，即係喺一啲田基兒童咁樣去玩嘅。我哋開頭諗到佢太衰啊！係啊，原來呢度咧係個管理啊，定係設計上咧，其實都幾出色噶。而且啲園林咧都幾靚。咁啊，即使你唔係話好中意啲動物啊、植物啊，但係咧你嚟呢度咧影下相、休息一下，咁啊吹下風，咁其實都幾舒服嘅。我幾推薦大家咧，如果得閒咧，就不妨嚟呢個新界嘅大西北天水圍啊入嚟，咁啊。過下你的休閒的日子啊！冇錯，咁呢度都有唔少一啲課小朋友的設施嘅。冇錯，咁啊，大家有興趣咁啊，帶小朋友嚟呢度玩一下啦。係啊，咁我哋而家咧就準備行翻去呢、這個酒店啦。咁啊，準備今晚喺酒店嗰度食翻餐嘅。耶！耶！好肚餓啊！全日最期待嘅行程啊！好肚餓啊！好啦，好，咁我哋而家繼續。沿路行翻去酒店先。你食乜嘢先啊？好。你好。系两位。好。哦，几得意喺度。有籃球架，系啲運動嘅裝飾。好，睇下呢度嘅餐廳環境。泰式花沙律、薯仔沙律、雞肉沙律、泡菜同埋中華沙律，都係就啲沙律配菜嗰啲 brand 啦。生菜唔知係咩？熱嘅食物，哇！呢、這個吸引喎，呢、這個吸引喎，熱辣辣嘅甜品幾吸引。呢、這個雪糕咁啊有港式辣芒果，就呢個沖繩可以朱古力，好啦，咁我哋食咗一餐都幾飽嘅晚餐，咁雖然佢係半自助餐啦，但係我覺得佢今次最好吃的反而是它的 main dish， 就是我們吃的盲槽魚和我的西冷扒，都不錯的，都推薦的。另外它這裡的熱食啊，一些沙律啊，和那個熱的甜品都不錯，但它那些冷盤的一些冷的甜品就麻麻啦，但大家可以，但它任食的你可以試一試看是不是真的好吃不好吃，我們就
食夠啦，係啦，咁啊而家就準備離開呢個餐廳，咁就出去出邊咁啊睇下呢度附近嘅環境先。好 ，let's go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食飽晚餐，我哋就出嚟酒店隔離嘅商場睇下呢度有啲咩行啦。好，好似啊呢、這個叫 One Sky Mall 啊。邊度係啊？哇！呢、這個商場，水果林子狗，邊度啲啊？大快活。有啡粉，有翻嚟啦！好啦，咁我哋食完晚餐就翻嚟酒店房休息，順便有時間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度啦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啦，呢度嘅牆身咧就用咗啲淺色嘅牆紙嘅，咁地下咧就係地氈嚟嘅。咁大部分嘅家具咧就用咗統一嘅木紋配色，咁啊呢度咧成間房都係 earth tone 嚟嘅，感覺都幾温暖嘅。咁啊睇下呢一度啦，除咗我哋呢張雙人床之外咧，仲有一張小 sofa 嘅。咁啊呢一邊咧就有個都幾大嘅落地玻璃窗。再睇下呢邊啦，咁呢度有張無敵長台啊！我長台上面就有電視機啦，下面就有個小雪櫃嘅，係啦。好，再睇下呢邊啦，呢度牆上面就係空調控制器啦。咁啊，呢邊就有個小水吧，咁啊有水啦、杯啦，咁啊少量嘅咖啡、茶糖啦，同埋熱水煲嘅。好，再睇下呢邊個衣櫃啦，我打開睇下啦。咁啊有簡單嘅衣架啦，咁啊有洗衣袋啦，同埋。酒店拖鞋的，再看看这边，这里就有个隔门的。好，再看看这边，在厕所门隔离就有个全身镜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厕所浴室看看。好，那首先看看这个浴室先，浴室是用企缸淋浴的，除了头顶花洒之外，还有这个 handheld 的花洒的。啊！呢度已經有呢個沐浴露啦，同埋洗髮潤髮露嘅。啊，出翻去睇下啲個人用品先。咁啊，呢度有最緊要啦，有面紙啦，係。咁啊，仲有牙膏、牙刷、衛生袋、浴帽。啊，呢度有攞口鐘，有啲抹手毛巾。咁啊，仲有香簡。呢度有剃刀、梳同埋棉花棒嘅。另外。仲有一個小盆栽點綴一下嘅，好，再望下下邊啦。咁呢度咧就有紙巾啦、毛巾啦，另外呢度仲有一個名廠風筒嘅。啊，咁啊，大概個環境就係咁啦。你睇下呢個人，我哋食完晚飯翻嚟咧，佢就瞓著咗啦。睇嚟我哋今日咧都要盡快梳洗，同埋早啲瞓覺。因为听日咧，我哋仲有精彩嘅行程，咁啊，大家记住留意，千祈唔好行开啦。